很危险，算我一个。是有可能会被抓呀。而且是很有可能会被抓，所以说得小心一点。加伊泽瑞尔的强度，是的，这就是 EZ 加雷欧娜。爆发就完事了。你可以把账单寄给我叔叔的博物馆。哦，计划，对的，我当然有计划。哇，你在上。一个信号就走了，好吧，他觉得豹女在，那我就溜。但这个线本来也不用推着走，这个线是转的。太多了，再打下去。
至尊 VIP 坚果，植物大战僵，植物大战僵尸玩多了，至尊 VIP 坚果。WQ 好像是什么？那 WQ 也要能中啊。我 WQ 的话，他那个 Q 不一定能中，那一下。上我战斗节奏的，绝地翻盘正是我的特长。跟上我的进攻节奏的，很不错的。是的，其实能跟上我的进攻节奏就很爽。有时候有些辅助跟不上我的进攻节奏。只能说他们中上野优势是很大，但是他们基地冒烟了，我能这么想。这没用，你们家的基地已经冒烟了。当世界处于毁灭的边缘，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。Rampage。对，我们要解救几件圣物，杀几个怪物，拯救世界。懂的，反正是英雄。看上去脸色不太对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我勒个猪！让我来展示你的功夫！哎，那个大豆呢？哥们怎么下来？哦哟，这下子失控了！老鼠吃了一天啊，没吃大大呀，给他吃！他吃任他吃，他就算吃了这一千，他也翻不了天。
老师最后已经就位了，大招一开，你已经他已经输了，把他炸到了。啊，那个大豆。真肉啊！是真的肉。输啦！一切尽在掌握。小大，这大招一开，大招一出，你说你是宝石，我也是宝石，大家都是宝石。对啊，这大招一抽，大招一开，我到底是谁？我就是宝石。青钢也没拉，就留不住卖了，青钢影有点肥了，哎，但这波可惜了，这波就，我的死亡报告太不真实了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
这单大线爆的有点快啊，单大线。我总能抄近道。金刚影，家里要加金刚影。哎，主要对面的打团能力确实还不错，对面的打团。注意周围的环境。学位就不算是道路，我吗？没有学位。五条线相限了吧？三打二，如果打不了的话，那就没办法。对的，我当然。我去了，我不可能去啊！他们三打都打不了，我去了来不及，主要是没有必要去。很少知道自己在找什么，但我总能找到。感觉有点大了。还可以 run 融了，这样子可以 run 融了，他们还没到，那就卡能 run。直接把线给他推了，一个大招，我把两只后排兵给清了。他路线能开，我这能不能开起来？打散了，很高。我总能抄近道。我要去处理下路线，中路线就得有人吃。绝地翻盘正是我的特长。
我跟你讲，绝对巨想开我，好吧？我只能说，这青钢影绝对想开我。啊！你不开我，你们我操！开开你！我车青钢影没秒掉，哇，这波团青钢影没秒掉，伏笔的给青钢影又踢了一段二段踢出来，导致我们这个人只能掉太多，坏，这个小龙没拿到，我的这波我失误了。哎，这波我不该失误的，这波失误有点大了，我的真的心心决断，我那个大豆好肉啊，这就证明了，我有点雨露均沾了，这一波就是我伤害打分散了，雨露均沾，青钢影还会带着，安全的路就是无聊的路，不来就不搞他，来了才搞他，不来就不搞他。我想起了发现伊克林影的秘密，探险世家天生就有这样的血统。哎，他们的打团，他们主要的宝石抽大招还是有点猛的。当世界处于毁灭的边缘，大显身手的时候。拿下身位啊，这青钢影的二段灯太猛了，二段灯。我的德玛西亚，我们的征途是群山之巅，光之守卫就是第八。老师没大的，应该好大好大很大。
这个伤害还是他那个。他妈还说无尽啊，我勒个豆，就玩爆杀喽，全是个爆杀。他打不到我，他很难受。是呀，这青钢影搞不到我，有点难受的。收，奈斯。